张海峰，出来跟我走一趟。 陈先生，这么晚找你来，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通知你。白山管自建馆以来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：但凡有一个犯人自杀，所有的犯人都要抽生死签，抽到者立刻枪决。当然了，陈先生是自己，所以有些话必须要 提前告诉各位，大家已经看到了，就在昨天晚上，一号楼有个犯人自杀了。白山馆的规矩我不用再重复了吧？ 我要奉劝大家一句：即便你不珍惜自己的生命，也要珍惜他人的生命。我希望这一次是最后一次。瞅前边，是。 还是老规矩，抽到生的人留下。 在所有的签子当中，有一支签子的尾部是凸起的。这支签就是死签。快点，莫金子呢？同志，保重。是谁？ 是我。走，走。别动！把枪放下！赶紧放下！别动！放枪！放下枪！放下枪！放下枪！把枪放下！放枪！把枪放下！放枪！放下！
放下，放枪，放下，放枪，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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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枪，放下。我们一辈子都会在一起，不会分开的，对吗？如果万一我先走了，不能够在你身边陪着你，我会化作一只候鸟，我会一直等着你。大致就是这样。这个陈辣椒的事情，卑职再三叮嘱这个孙德亮，哎，可是结果还是出了问题，所以这件事卑职有责任，还恳请惠先生惩罚。先生，我李胜金这么多年来为党国出生入死，兢兢业业，严于律己。如果辉先生真的认为卑职这次做错了的话，想要惩罚我，那就给我来个痛快的吧。5年前，日本人把炸弹绑在我上司身上，我去解绳子的时候，把我的右腿炸折了。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厉害，幸亏有职务之便，否则以我的薪水，买不起那么多的吗啡。李处长，做事认真负责是好的。但出了事儿也用不着太过自责，下次做事
最好专注一些。惠先生，卑职错了。惠先生，卑职下一步将全力排查剩余的犯人。虽然这个陈辣椒死了，但是大清洗锁定的犯人基本上都关在审讯楼地下室的几个房间里，人数不是很多，相信要仔细排查的话，这条大鱼很快就能找到。不用查得那么紧，我觉得你应该让他们喘口气。这样吧，从今天开始，对这几间牢房放松警戒，看看还有别的机会没有。辉先生的意思是说，让这条大鱼自己浮出水面。那个张海峰虽然没有抓住他的把柄，但不代表他没有问题。他的事情，你就放心交给徐兴良吧。我觉得徐队长一定能把事情办好。是，你可以走了。李处长，枪。刚才你把枪拔出来说那些话的时候，想什么呢？你得把枪放得离自己太近了，戏演得不算太好，但至少没演错。陈文海是叛徒吗？是，但也不完全是。他始终徘徊在自己和敌人之间。有一点张海峰很确认，陈文海到死也没有完全和敌人站到一起，否则他就不会在最后时刻帮自己。陈文海有一个巨大的心结，就是他的妻子。他的妻子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，才最后导致陈文海主动抽到死签。给我妻子的，我要再见到他之前这个陈文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如果他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，可他在最后时刻却帮了自己。但如果他是，可种种迹象都已经表明他确实已经叛变了。这个陈文海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也许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。
徐科长，您没事吧？查的怎么样？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按理说吴小婉自杀这件事应该没人知道啊。我明白了。吴小婉自杀的消息是不是你透露给陈文海的？吴小婉自杀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吴小婉刚刚自杀，陈文海就出事了。我怀疑这个消息是你走漏的。徐科长凭什么怀疑到我呀？到底是不是你？我只知道吴小婉临死之前让我带句话给陈文海，一个女人马上就要死了，她的临终遗言我总得要去做吧。什么话？候鸟。什么意思？这我哪知道，徐科长要想弄清楚那得去问陈文海。你知不知道你走漏的消息给我的工作带来多大的损失？那是你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当时是你让我去找吴小婉的。我早就说过这趟浑水我不想趟。监狱哪来的烟呢？废我还想什么话？没有没有。张部长，有烟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姓张？哎呦，您张部长大名那谁不知道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副处长？那您以前不是重庆军需处副处长吗？小的进来之前还去找过您呢。啊，当然了，我这小人入不了您的法眼。对不起，我没烟。哎，那打扰打扰啊，您歇着啊。让他给打的，屁股尿流的。哎，那我就好好的。长官辛苦，长官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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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爱你，涂长官。干什么？您赏根烟抽呗。他娘的，怎么又要烟？哎，小子。哎，你小子不是会变戏法吗？是是是是。你能把这颗烟给我变没了，我就赏你。对，来来来来，没问题呀、啊，是不是？长官想看，小子给您耍一个。好，哎，这衣裳是小子最后一件了啊。来，长官，来借您这烟头试试。嗯，您看着啊，哎，这烟头，哎，嚯，哎呦呦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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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嚯，哎呦，真挺烫啊！这，哎呦呦，哎呦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衣服烫坏了！你摸摸，还挺烫的，烫着呢这个。哎，摸摸，哎，别别，慢慢松松松松松松松走。哪儿？不是不是，我看没了。找找找找，哎。真别别别，真没了，真没了，长官，别别别别，长官，长官，长官，哎，别后边，别别别，戏法吗？这长官啊，戏法，有两下子啊。副长官，您是不是赏个烟抽啊？嗯，不错，最后一根赏你了。哟，谢谢谢谢长官，谢长官。哎，赵长官，你口下留情，那半根也赏小的吧？这小子不知足的啊！给你给你给你，哟，谢谢，谢谢谢长官，去去去吧去吧，长官辛苦。张哥，你这小子有点下了。去去，张志啊，来个好烟，重庆门。哎呀，咳嗽少多了，不过痰还是多呀。你呀，少抽烟，药还得坚持吃。哎，我少抽不了啊。让你别抽就别抽了。有秘方吗，王大夫？没秘方。哎，我说这两天可来了不少的新犯人啊。是吗？嗯，御审楼那边都快装不下了。这事儿我也听说了，据说这次抓的不光是共匪，还有咱国民党的高官，什么叫张什么？张海峰。抱歉，我不能跟你结婚。给他处理一下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啊，是。徐科长，李处长那边又有什么指示？老生常谈了，要我小心孙德亮，另外一定要盯住那个张海峰。看来上面对这个张海峰真是重视啊。嗯，对了，徐科长，那个张海峰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我怎么觉得
您和他之间，你记得我跟你说过王凌宇十年前的那个未婚夫吗？记得呀，就是张海峰，就是他。徐科长，这事你别管，你交给我。反正他现在也在咱们手里，你看我不整死他？这个现在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咱们要弄清楚张海峰为什么会来白山关。你说这事儿也奇了怪了，张海峰这小子都混到军需处副处长了，按理说不应该呀。你不了解他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的能力和野心远远在副处长之上。小雨，哎，小雨，科长，小雨怎么了？我去一下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告诉过你，说在舞会上遇到一个熟人。什么时候抓进来的？前些天。为什么要抓他？这我不能告诉你。他一直在重庆。你也早就知道他在重庆是吗？是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告诉你又能怎么样呢？
OK。那么大瓶儿，你至少也要喝一杯啊！看来你的女朋友有麻烦了。有麻烦的人不是她。对不起，我说过了，我不会喝酒。喝了它。放开。喝了它。我再说一次。放开！我不放。你知道吗？我的手术刀下面9毫米，就是你的颈动脉。我只要稍稍一用力，你的血就会以每秒11米的速度喷涌。10秒钟后，你就会昏迷。3分钟后，你的脑组织会出现永久性的损伤。不过这期间，你不会有任何疼痛，而且会出现美妙的幻觉。你所经历的一切，你的家人，你的童年，都会出现。5分钟之后，你就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。怎么样，军官先生？这种美妙的感觉？想不想试一试？不，不。So cool。他平时不这么粗鲁。说啊，以后不许这样，太危险了。你知道我多担心吗？那你也不过来解围。我给你解围？你没看那杨妞一直缠着我呢吗？我还等你过来给我解围呢。我看你玩的挺开心的嘛。哎呀，你太不了解我了。我能开着车送你回家，这才是我最开心的。好了，行了，别开玩笑了。哎，对了，其实我觉得今晚在那个酒吧里，你有心事。玩得不开心啊？是吗？没怎么。
也许是我想多了，就当我没说。如果有一天，我说是如果啊，你可以再回到十年前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会杀了他。小雨，我觉得有些事你心里还没放下。我累了。辛苦长官，辛苦。走吧。您瞧瞧，真是不落人呢，还得您亲自跑一趟。好了，在这等着。哎。哎呀，好好好，辛苦辛苦辛苦，杜长官，辛苦辛苦。哎，您早点回去啊，回去早点歇着，这边蚊子多。辛苦辛苦啊。好了，歇着吧。哎哎，慢当，杜长官。啊。常副师长，您瞧瞧，哎，咱哥俩真是有缘分啊，又见面了。我就上铺了啊。王大夫好。张副处长好。没想到你在白山馆做军医。我也没有想到张副处长也在白山馆，好多年没见。还好吗？多谢张副处长关心，一切都好。好了好了，走吧。啊，走，快走。